当年东岛新年，都东上海参加的平东人十团婚礼，我的十年十四的平人是九三六文化集体来举行。今年也特别空台盘礼，首礼的名额我从之前的30对增加到50对。还那从今年开始就做得的名录行来报名，所以准备结婚的你，就只杀你是平东人，就做得免费报名参加。结婚的是银藤顿音乐踏上红毯，文具也非常充满了喜气。明年报名以下都明年的屏东十团婚礼将会浪漫登场。屏东县政府为了到本韩国多个新人做的参加，今年树立的名额提升到50对。小米姐姐上任就已经鼓励大家要多生哦，多生，我们每胎都补助20000块。啊，你没有结婚怎么多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从头溯源来做起，请启动。屏东十团婚礼正式启动，从12号开始开放线上报名。两位准新人其中一个是屏东市陆州的5000个报名参加。为超多祝福新人，除了赠送万元使用的家庭，还有婚纱造型服务以外，两位还加码送5000去饭店拍摄，还有送人来比每日机票的抽奖。我们会在50组的新人里面抽出2组的幸运，一组飞到欧洲，一组飞到日本。今年还加码，就是机票，就是很心动。对啊，想结婚了。屏东县民政处表示，今年屏东十团婚礼地点特别选择邱延昌专行的平原1936文化集体举办，延期保留的工业遗址的历史风化、农业、艺术同科技，希望面对新人做得替慢慢文化韵味的场地付听众生，开始人生的新篇章。下届新闻潘胜峰频道报道。